观众朋友，今天是行政院长林权最后一次主持行政院会，院会之后呢，大家来拍这个大合照，这个气氛其实是非常的开心、愉快，也很感人。明天之后，新任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就要上任了。不过呢，准副院长施俊吉呢，今天接受媒体访问，他说呢，赖院长呢交给他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面对，就是要来处理一例一修。那到底一例一修要怎么修呢？他说也可以修法，但是也可以不用修法。如果不用修法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这种行政命令的一些解释，把这个需要很多弹性的产业呢纳进去，不管是双周、四周或者是八周的弹性工时。可是呢，有两个最重要的前提，一个呢就是要保障劳工的权益，第二个呢，就是要让产业呢，他们有弹性、有竞争力。不过看起来呢，这两个目的呢，很显然会背道而驰。行政院接下来将会如何去修改一例一休？今天好好来讨论这个题目，介绍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硕鼎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学信，黄总经理你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啦吼，专工果然台中拼起来了吼，应该，满腹的心声啊，等你再好好来套一下啦吼。我们再来欢迎是对于很多上班族做一个全面的民意调查的111人力银行的副总经理兼发言人李大华，大华兄你好。呀，主持人好，大家好。上班族真的很气这个一例一休吗？对，各个产业里面它有自己的不同的 mega，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朋友会有意见，骂的多，挺的少。这有些分产业，但是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说，希望不要用一种法律就一法顾百业。了解，是啊，等一下都拜托您多说一点。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总干事陈淑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还是坚持昨天的修法，修法的开始就是战斗的开始。好，等一下再来谈。台大国发所的副教授辛炳龙辛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林权最后一次主持行政院会，明天过后赖清德将如何去面对一例一休的问题。内阁总辞大合照就在行政院长林权主持完最后一次的行政院会之后，即将卸任院长重担的林权全程笑容满面。林权更感谢全体行政院同仁，并推崇将接棒的赖清德，期许政务无缝接轨。赖院长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非常有爱心、非常温暖的这个领导人，所以我相信呢，他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这我期待的就是我们能够运作得更好，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仁，我们合作无间。外界对内阁改组传出不少批评，林权看很开，强调闲言闲语听听就好，未来也会透过管道提供政策意见。至于八号将要走马上任的赖清德，今天下午在内政部长叶俊荣的监交之下，将台南市长印信交给代理市长李孟彦，并用深深一鞠躬感谢市府团队，向大家一鞠躬，感谢。赖清德在致辞时极度感性哽咽，强调今日不是离别，相信在未来改革路上仍会相见。今天不是离别，因为在未来我们还要携手前进，只是位置方向不同而已。今天即使是再见，在未来的改革路上我们一定会再见。再见吧。赖清德和市府同仁拍毕业照，并且接受同仁的道别。但接下来一例一休该如何修改，以及是否特赦前总统陈水扁的敏感议题，都只低调回应，以后再谈。记者综合报道。播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是，明天之后的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今天接受媒体，就是上报的访问呢，他说呢，赖清德准院长呢交给副院长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一例一休。但是要处理这件事呢，要必须要保有两个原则：第一个，保障劳工权益；第二个，要赋予企业的弹性。怎么做呢？不一定要修法，可以透过正面表列或者是负面表列，哪一些产业呢可以来做弹性处理？也可以怎么办呢？如果说真的现在一例一休对于工时太过僵硬，不然你纳进双周变形工时。还没搞四周变形，还没搞八周变形，透过这一种方式呢，让企业更多的弹性。可是他特别说，
也要顾及到劳工团体的一些感受了哈。但是我先请教一下产业，去年十二月正式立法三读一例一修这个劳基法修正，啊，你们叫做叫苦连天、哀鸿遍野，刚好叫严重。啊，伫咧2016年八月的时阵，迄个劳基法还未修啊，我公司啊，就伫经济日报家己自费买半版的广告。吼，内底写讲一例一休，还是两例，对这个国家的危害有偌大？这是足大的恶法。哦，迄个时我当然预言安尼，所以我不惜啊开遐侪钱啊，伫经济日报买广告。那么，佮伫咧立法的期间啊，我带着40个员工啊，去立法院抗议，啊，佮有这个入去总统府这个订正室，哦，订正，但是一切拢无效。那么，甲今仔日啊来看起来，啊是政府啊资方劳工啊三输的局面啊，所以唔才有讲今仔日大家咧谈论这个一例一休这个问题。确实讲这个一例一休那足好诶，今仔日大家拢拍破啊。为什么今仔日总统的民调剩较无30%？伫我认为完全是一例一休带来。确实讲政府那大胆甲修法，绝对袂用用迄个啥物韩式别起来哦。做修正，迄种无效的代志，就是拨乱反正，就该修正来。大大甲修嘞，啊，那么小英的民调就起来啊，上半嘛过60%。啊，是要修安那？咱卖周休二日安尼？唔是啊，这个对头讲起，其实啊，咱来先蔡英文总统一个公道。嗯。2016年正月，伫咧选举前啊，咱蔡总统伊的政见就是讲要一礼拜要休两天。是。这个背景是安尼啦，吼。工厂界制造业差不多有65%，早就拢一礼拜休两天啊。可是还佫有35%，也是讲服务业，因无法度得到一礼拜休假两天。哦，所以休假两天就是讲明目上伫咧排你这行事例的时阵，是，就是要佮排两天。哦，无安尼，所以蔡总统这个用意啊非常的好。但是啊，等佮伊执政了，交付。这个劳动部哦，啊，各项的部长甲这个当国文，这个什么处长，来修这个法，因为咱林全议长伊对这唔满嘛，所以就当交予部属，交予劳动部去做遮。但是你也知影，一日一休唔是现代产物呢，伫咧1984年，其实就一日一休啊，1984年看外久啊，讲民国72年，对不？但是发觉讲一日一休行不通，无再行啦，行未出门啦。所以伫75年再用迄个韩式，甲讲会当做变形，啊连续上班12天，休2天。但是迄个时阵，大家无咧注重劳基法嘛，所以无一间企业，无一位劳工知影有这个法。是。所以大家要安怎做，要安怎加班，吼，要安怎休困，完全啊。自由，政府嘛拢不会管。我请教你啊吼，所以你基本上你也是支持讲周休二日，一礼拜休两天。从外公司到周休二日，硬道道讲一定，每礼拜拢是爱周休二日。啊，当然咯。你就是一个月，互你休8天，四礼拜休8天。啊，你会使讲一礼拜有休3天的，啊有一礼拜休1天的，互企业甲劳工家己去瞧。哦，本来就是安尼。你的意见是安尼。哎，对对对对，啊，劳工若假日出来加班，咱主攻啊。爱去照顾劳工，爱付出较悬的代价。啊，所以即马明仔迄个行政院的副院长的讲法，你无接受，你就是一定爱修法。伊若无要修法，即、這个你安那解释完全无可能，因为安那解释拢是违法。路歪去啊，安那桥都桥。拢桥袂得，啊，外国嘛无安尼啊。啊，到底恁是即马是安那？恁企业是经营袂落啊？你啊，其实啊，唔是讲经营袂落，就是讲像台南安尼，伊都无爱执行嘛，啊，卖执行就好啊。我今仔日爆一个料，我要爆料啊！我爆料，好来。伫咧修法以前，劳动部的官员，三处我真悬的官员，亲嘴对我讲，卖让劳工减去，你安那加班，我无爱甲你管。这是事实的，因为全国我顶年8月刊报纸的时候，登广告的时候，我就写嘛，上下交相骗。全国拢在做这个代志，上下交相骗，
我希望讲啊，这个赖议长，你是讲劳动部还是劳动局、劳工局？啊，拢同款，全国拢骗来骗去。我两个同款的，中央甲地方的呢？啊，拢同款骗来骗去。哦，啊，骗来骗去啦，伊嘛知影下骹安怎，拄好甲同款讲一个例子你听。伫咧2012年，立一个讲汽车吼速度3分钟，原因来关掉，讲为着空气要较好。这个法即马敢有在执行？咱的官员、咱的立委立法，唔用头壳，哦，用强制命令。所以你的意思是讲，即马所有的产业会使拖较紧哦，都是因为大家拢无咧照法行。啊，对，无咧照法行。啊，你若照法行，大家都了了。啊，本来就是啊，都无咧照法行。我再请教一下大华兄啦。真的是这样哀鸿遍野吗？其实我们看到哈，在以人力银行来讲，我们在搭一个平台，一边是这个企业，一边是求职者。那我们希望说，在一个法令在修订的时候哈，能够面面俱到啊，能够维持像这个劳资方面的和谐，这是最重要的标准。那以是不是哀鸿遍野来看啊，我们知道说台湾的产业分很多，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每天我们的这个同仁哈，会接到很多企业端的这 HR 啊，来打电话来有询问相关的法令，因为大家都希望合法嘛，所以我们这边就负责，就是说我们除了是服务这 HR 找人以外，我们也要变成一个怎么样？就是说企业之间，我们要变成一个人资专家哦，每天就 study 很多的这个部分去做回应。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各行各业啊，它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不一样的，但是它来源是来自于一个修法。所以一个修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所以就此啊，当然有很多我们在之前都讨论过，包含刚才啊黄总有讲到说，他中间有个函释，他把它取消，取消之后后来没有再做一些新的一些函释，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啊，而是做一些法定的更动。那也有很多是并不跟一地一修完全正相关，但是在之前可能就没有很遵守啊，或很重视劳基法，所以衍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开了6场公听会以后啊，我们发觉在我们的产业分别像制造业跟服务业，它各自面临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会说双输或三输或多输，是因为在企业方面，它用这个原有的时间，它要降本求利，能够有这个产值，然后发薪水的同时，那但是劳工现在呢，因为这个法令的更动哈，他没有办法在他原先工作的时数里面哈，能够赚到他原先期望的薪资，也就是在他加班，把他把加班费啊算在他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了，就现在他没有办法，因为像这样修订之后呢，他能够按这个时数啊去加班，所以他就必须要休息。然后工厂呢，他要找更多的一些临时的雇员，或者再找正式的员工啊，正式的员工。这样的话，工厂多付出，那原来的员工呢少收入。像这样的话，这点我不认同。不认同的。这点我不认同，因为你工厂经营、企业经营，确实讲连这个政府规定的加班费，你都付未出来。啊！你都要去找阿秀的劳工，那么这种雇主啊，我想劳工嘛，卖去遐应征啦。这我同意。那我要说的那个部分，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付得出来，但是呢，原先他们所使用的加班时数，因为法令修改之后呢，在这边就不能够让原先的劳工来加班了。了解。所以这指的是劳工的部分，他们会反映，因为我们开工地会呢，开的像是餐饮服务、交通运输、制造业、美容美发。中部啊，在中和园区；南部在高雄市议会，所以反映出来有些不只是像资方啊，连劳工方面的工会哈、啊，我们也邀请他一起来表达心声。不过大华兄，我要请教了哈，就是说资方老板们成本增加，然后调度困难，这个完全容易理解，这很简单的逻辑嘛哈。但是劳工说啊，我本来以前可以拿到口袋的加班费，现在没了。我很想加班，可是呢，现在没办法加班，或者是说我以前有加班费，反而因为一例一休，加班费没了。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好像统计数字跟刚刚谈的这个东西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统计处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做的一个统计，一例一休在上路之后，今年1到3月呢，劳工的工时下降一点点了哈，也下降不多，下降多少呢？2个小时，工时少了。因为我们对于加班比较严格了嘛哈，但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加班费多了，加班费是创新高，虽然呢工作时间比较少，可是呢加班费反而因为一例一休变多了，可是刚刚我们谈说，因为一例一休反而劳工该拿到的加班费拿不到啊，这不是就矛盾了吗？好，
那这边其实有部分企业，因为我们就有很多厂商来反映，反映什么呢？在这修订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加班费的核算的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加班费计算的方式提高。那现在雇主他有些啦，不是说，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雇主都跟黄总一样啊，我们都可以用一般的正常的方式来计算。但是，比方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是餐饮服务业好了，那有些餐厅啊，它不是要很深的技术，也许就是吃到饱、收桌跟上菜就好。那这样的话，就想说我用我既有的员工来加班，那我的加班费其实是比较高的。是，那我干脆就说好，那你不用加班，你到这时间休息，我再找个工读生来，所以我要找工读生或者再找兼职，那我只要付他一的薪水，不用加成，不用加上这个比例，所以对雇主来说，那我支出我就会比用原先的员工来加班要把这个费用来降低，所以这样变成说我原先在这边正职的员工，那我本来是可以加班的，现在我现在根据法定我就不能加班了啊，所以像我在上个周末还碰到一位朋友在用餐的时候，他说他在门口在等他太太啊，他太太在这家餐厅里面工作，我说哦那很好啊，这家餐厅不错，他说没有，他本来他现在还在工厂工作上班是制造业，但是呢假日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这个雇主啊是希望说不要由他来加班，他们聘请这个兼职的人员，所以呢他要维持他家庭的收入怎么办呢，他就另外再找一些这个兼差的工作，所以由制造业呢去兼餐饮服务业，像这样的情形，那他本身还想说那我还要适应期，而且这个薪水收入其实也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是劳工的一些心声。那大华兄，经过你这样子全面性的一些去了解之后，真的要把一例一休彻底休掉吗？才会对劳工以及产业是最好的帮助吗？其实我们看啊，也不能说这个以管窥天啊，就是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各方面的一些不同的情形，但它毕竟都属于个案性质的。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通盘的处理，所以在很多场合里面，我们也跟辛敏龙辛教授来做一些研究，也跟工会的朋友来协谈哈，就发现说要解决各个不同面向的方式啊，其实呢你很难用一种方法去全部解决。那这时候我们就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以现在在人力行的角度来思考哈，就是说我们不但是顾全劳工的权益，也要顾全雇主他的这个生存哈。我们希望说尽量能够把不管是修法还是用函式，尽量把它简化。如果说越复杂的话，越容易造成劳资双方的一些对立或者不信任，因为这本身在工作过程当中，不要说定契约了，就应该有互信的基础嘛。本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工作？ Okay. 其实大家都会互相啦， 就这老板照顾员工嘛，员工为我们的工作、我们老板为前途，大家前途共同打拼。所以不管是说时数的计算、金额的计算，或者说一些方式哈，都能够越简单越好。那这样大家才有信心。对，做一算四，做五算八，也不要一点三三、一点六六，你干脆用一点五或是二啊这样子啊，这样二你讨给不是够个跳脚。不过我要请教一下熟人了哈。是。刚刚我们谈到是那个今年五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张更长期的历年一到六月上半年的工时跟加班费的情形了哈。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是加班费，确实呢，在去年年底一例一休上路之后呢，这个是全面性的统计了哈，所以个别有的变少，有的变多，但是呢，整体来讲呢是变多的，增加1699块一个月了哈，1000。对啊，一天啊，一个月啊 ，OK， 一个月啊，然后呢，月的这个工时呢，加班时数呢，是从8.1降到8.0，其实改变的幅度很小。对，但我们回到最最重要的精神，尽管我们都很清楚，起码产业是八八款啊，你不太可能用一套规则去要求规范所有的行业，但劳基法呢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最高的哦，是最低的哦。那你要再加上去黑丁大的打击，可是我们是最低的标准，我们需要因为这样子而去改变我们的最低标准吗？是因为刚刚第一个图表跟现在第二个图表反映的都，其实像第一个图表一到三月那个，其实我们在之前在节目上解释过，其实它那个数字基本上就是因为今年基本工资调整所增加的数字，它实际上可能跟一例一休恐怕无关。那以如果现在一到六月，你看，工时只降了一点点，那加班费这个增加也增加一点点，其实幅度都不大。那有一些产业，他们说我们大概增加3%、5%到8%的成本的话，那我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反应，因为我们的加班费，如果你在工时没有缩减的情况之下，纯粹因为休息日加班而增加的加班费是有差不多到这样的幅度是对的，所以如果这个产业说它的这个加班费在这个8%以下的，我认为这个反而是正确的反应，表示你要嘛没降工时你就得增加工资，或者是你就应该要降工时，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其中一样。
但是如果说它的成本说它增加到 10%、20%、30% 的，这绝对2000%趁火打劫，就是你原来就没有照法律在付，是，所以你才会在这一次修法过程叫做大幅增加成本，这一定是灌水的东西。了解。那在现在讨论这个一例修，刚两位提到说是不是一件衣服要适用很多行业，是不是大家很没有弹性？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现在劳基法。我们就回头看有弹性的部分发生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从求职者的面向跟从这个雇主的面向反映的是我一开始的期待嘛，是老板是在经营的过程嘛，那我们从工会跟劳检的角度看的就是实际上发生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嘛？那比如说现在使用四周变形的行业里头的护理业，今年六七月新北市劳动局才全面做新北市的医院的劳动检查，然后几乎家家重。每一家都违法，重的少的一两条，多的四五六七八条都有。然后护理业就是使用四周变形的行业，是。然后就是在劳动部跟卫福部双管齐下，三令五申，连护理工会都下去讲说，这个我们正常依法应该如何排班。嗯、然后呢，他的法定权利是什么？维持医院要最大弹性的运作嘛，因为你要保持这个医疗的这个能量嘛，然后也要让护理人员能够在合法的保障下面从事他的劳动嘛。结果咧，出来的班表就是完全乱写，根本没有办法看出我在变什么形，我只知道我有上班就记录四，然后就变成我欠医院四，然后我今天上班时不用记加班，因为那叫变形。搞到最后，护理人员连自己的特休假几天、国定假日几天，有没有办法领加班费，完全无法计算。那像这样子，就是你给他弹性，但他不守法的情况之下，回过头来就伤害这些劳工，而且是已经法令三令五申讲的。那这也就是黄董事长刚刚讲的嘛，因为大家都不信劳检啊，大家就觉得说没关系，上下交相贼啊，所以我们让法令有弹性这件事情的相对面是，我们有没有制度保障，在你放进弹性之后，你会守法。如果大家其实是我又要进弹性，我又不要守法，那我们怎么会认为大家修法是应该的呢？那所以现在副院长讲这个说，希望还正面表列，他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一个完全不懂劳动法令跟劳动现实，注意哦，他讲的是我从未处理过劳资关系。我从未处理过劳动议题，但是我现在下政策指令说，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这简直是荒唐到极点。就是赖院长本身就已经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凭名气跟感觉的乱讲，然后加上一个副，还指派副院长接着乱讲，那这个我就觉得说，你不当然是叫战斗内阁啊，因为是逼劳工跟你开战的内阁啊，就这样。啊，先生，办事啊，请讲公平。那无弹性吼，违法愈严重。哦，你还记得这句？哇，啊，等下我等下记，我刚刚看老姐资料，我就知啊。啊，当然就是啊。你若无弹性，愈发愈严重啊。你无头家要遵守的物件，你就要维持你的什么内容呢？你要维持你的医疗品质嘛。你的弹性的目的是写到让你们完全可以用，完全你们就不会违法，那才叫你们心目中的弹性。我换个角度了，我开导行李嘛，老师。我请教邢老师了哈。可能民众可能不太理解是什么，那个到底是什么叫弹性工时了哈？我们现在就是说单周40小时嘛，就周休二日嘛哈，所以说理论上一个礼拜上五天班嘛，一天8个小时嘛哈，然后有一些加班的一些限制。可是确实有一些行业呢，你叫他说一个礼拜上五天班，其他两天非休不可呢，这会有困难。所以在现在我们的法令制度下，就已经有双周变形、有四周变形、有八周变形。我们来看看四周变形的意思是什么呢？四个礼拜内你让他休8天，哦，按哪8天呢？你可以自己去瞧。但是呢，一个礼拜一定要休1天，哦，这个大原则是这样。四周不用。四周例假是四周的例假可以移的。OK， 那哪些产业呢？环境卫生、污染防治、加油站、银行、信托管理，夯不啷当42种行业都适合这个了。这个其实已经很有弹性的。你觉得弹性还不够？没关系，咱够另外一款方案，够较赞的。来，我们来看看8周弹性工时。这个其实呢，包括营造业、航空运输、电信等等的25种行业都适用8周弹性。什么意思呢？在8个礼拜内呢，你每个礼拜让员工休1天就好了，休一天就好啊，7休1就好啊。其他的时候，第一个礼拜2、3、4、5、6日都做啊，拜一休；第二个礼拜礼拜一休，休2、3、4、5、6
啊，一个礼拜做六天，一直做得到第七个礼拜之后呢，你再让他连休九天，完全符合啊，这个也够弹性的嘛。但是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大开了劳基法的后门？啊，你是说，你看，啊，你要为大礼拜拢干那休一天尔呢？啊，这个怎么会叫周休二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那这样子休下来之后呢，就会有刚那个书人讲的，啊，我到底是安那休安那白话啥拢无，老板说了算，真的该这样子那么弹性吗？我想，劳基法里面最难一体适用的是在工时这个部分哈，所以其他国家都针对这个部分是会有一些弹性的机制在这个地方。不过刚才书人点出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台湾很多的弹性，它往往的取决权完全在资方来决定。好，那资方这个弹性是给资方的，但是可能牺牲掉的是劳方的权益。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台湾基本上包含变形公司也好，或者是这些所谓弹性公司也好，已经被赋予上被很多的劳工，包括我们的劳团的朋友们，都有一种担心，这些弹性都会被滥用。那确实有些确实被滥用，不过我必须讲的是，还是有些守法的企业。当我们这个法令定得非严格的、很严格的时候，他们讲限缩的影响的是那些守法的企业，不守法的企业还是不守法。所以就整个法治面来讲，我认为该有的弹性还是要有，但是我一直主张的是，对于那些违法的企业，你应该加重处罚。用事后的惩罚来产生事前的吓阻。但是如果在工时这个部分完全不给企业应有的弹性，因为在所有劳基法里面最难一体适用的就是工时，因为每个行业它的工作作息时间都会不一样，而且这个工时是影响高阶的主管到低阶的基层作业员都会受到影响，它不像基本工资，不像解雇保护，只影响到局部。所以工时这个部分确实是影响最大，也是最难一体适用。可是新老师，现在如果一例一休的情形是，我们的劳基法设计是说，一个礼拜你要休两天，那一天是例假日，一天是休息日。对，那休息日可以来上班，只是你老板要多给一点点钱。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这种一个礼拜要休两天的有困难，你可以有双周、四周、八周的弹性工时。这样还不够弹性吗？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刚才包含刚才那个这个李副总也讲了嘛。事实上，现在很多对一例一休的抱怨，尤其是企业界的抱怨，他们真的抱怨不是在一例一休，是其他的。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刚才那个黄总说，1984年就提出了一个什么不是新的东西，一例一休不是新的东西，1984年就提出来。事实上，他讲的是七休一那个是例假日，也就是过去我们例假日有个函释说可以挪嘛，后来把这个废除掉了。这个是例假日的问题，这跟这次劳基法修法的一例一休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劳基法这次修法只增加了一个叫休息日，是例假的规定早就有了，所以现在很糟糕，就是说很多的企业对于一例一休的反弹，它不必然是针对一例一休的修法，而是对劳基法其他的工时规范，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例假，甚至现在很多的企业开始很多的反弹，是来自于因为最近这一例一休经过媒体的报道以后，很多的员工开始重视自己的工时权益，所以他就开始去跟资方谈，跟老板要求，我的工时怎么可以强迫我补休呢？我可以选择加班费啊，等等之类的。那更糟糕的是，有些劳工朋友呢，他可能听了道听途说，听错了，或者听错资源，他的讯息不是正确的， okay. 他拿这个不是正确的讯息呢，拿去跟老板要求。就造成很多的劳资关系的紧张。所以坦白讲，一例一休我不认为它影响这么大。为什么？自从去年的这个两周每周正常工时缩成了每周40的时候，两周80变每周40的时候，去年的七月所做的调查，台湾的企业已经有70%以上实施周休二日。是。所以那个工时的缩减确实带来周休二日的效果。所以现在劳资之间的纠纷或者是劳资都不满，恐怕不是一例一休的问题，而是之前大家没有守劳基法的问题，或者是执法怠惰的问题。是。那如果是这样的修法回来也是没有帮助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好了。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的修法是因为我刚才讲过了，我们的工时的规范确实有些地方在一例一休之前就是有我包含我自己个人认为有些地方是需要给弹性的。所以那个修法本身跟一例一休是没有必然的关系。OK。针对一例一休我真的认为包含刚才老板那个黄总监讲的，让劳资双方自己去谈去协商嘛。确实如此，我们像休息日也没有说一定要休息啊。只要你愿意付加班费，你的劳工愿意出来加班，是就可以出来工作啦。了解，所以这部分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弹，反弹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间位在彰化的尼龙纱厂房，好几个大型机台停摆，生产线上的员工从十个降到只剩五个，而且大多是越南籍劳工。自从一例一休施行后，中小企业主说，这简直在逼中小企业离开台湾。大单就不会进台湾，那会流到别的国家去。那流到别的国家去，它势必那边的供应商的力量就会慢慢强大起来。那强大起来，单子就永远不会回到台湾。那台湾的产业就势必要外移。业者想出走，因为有的生产线必须全天运转。一例一休施行后，排班从三班改为四班制，人力负担沉重。但是船产人力本来就缺，需求还是补不过来，担心员工工作超时，只能减少接单。除了资方苦不堪言，劳方也有怨言。三月时，80名彰化中小企业劳工到立法院开记者会，批评一例一休导致收入减少，并且还传出因为提高休息日的加班费，有的老板干脆找工读生来加班。为做善价吼，像阮这为要多收入的吼，伊无法度加班啊，政府的美意。我们尝不到啊！一例一休上路后，劳资双方的反弹声浪大。为了平息争议，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法，希望将休息日做一算四、做五算八，改成核实计算。但劳团反对，并批评此举是将劳基法修恶。看来一例一休的修法纷争将会重启。不如总经理，咱先来看这两张这个数据啊，吼，啊，再来谈谈到底产业界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中经院在两个月前呢，针对这些采购经理人呢，做了一个展望调查，想说什么呢？一例一休会不会对公司在营运还有成本上造成影响？对于制造业，有86%的人说一例一休会对我的营运有冲击，对我的成本有影响。那非制造业也高达73%，那分别只有7%跟2%说不要紧啊，无影响。这是一个中经院做的一个统计资料。我们再来看看，一样也是中经院做的这一份调查。那一例一休到底影响你什么东西？最大的就是成本增加，劳动成本，不管是制造业或非制造业，都说超过90%以上都说劳动成本会增加，调度会变困难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当然我唔敢接啊。哦，那 I8 要出来啊，叫我甲生产啥物，我唔敢接啊。哎呦，我逐日一例一休啊。劳资和谐，卡袂到就要减记啦，卡袂到要去劳检啦吼。我请教你啦吼，上主要是安那加班费的增加真济呢？我想加班费增加吼，这是一个趋势，行到遮来吼。我想资方吼应该爱来谅解这点，该给人爱给人啊，该给人爱给人，家己吼赚较少哩，给劳工加一丝啊。哦，啊，假使讲你经营企业啦。那无法度给劳工政府规定的加班费，那么你的企业搁经营落，搁存在落，敢有啥物意思？哦，这点你了解无？所以成本的提高，这不是政府还是考量的？这是你企业家己要做改善。本来政府给你压力，就是制度给你压力，就要叫你改善嘛。政府若无给你压力，你当时要去做改善的。所以我认为讲这啊劳动成本的增加，这是必然的，但是这企业。所以刷下来，若要修法，还是要函释，你都唔通去碰那个什么1.33、1.66，该安那都爱安那，好人。啊，卖讲1.33、1.66，迄讲的足笼我的讲法哦，像你拄啊讲的1.5、1.7、2.0，这较好讲。啊，无你直接2.0就好。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嘿啦吼。2.0，我看足侪头家有嘛紧嘛。啊，所以啊，上难就这个人力调度啊，我讲一个实例给你听啊，这个处长郭国文去台中开会的时阵。业者甲反映的问题，伊嘛无法度解决，业者只好违法尔，无变喏。你也知影，即个电子厂，譬如讲民房厂，伊内底有真空设备，即个真空设备临时若歹去咧，伊内底的人完全无在修理，爱即间卖真空设备的人，怎法度维修？有即个能力就对啦。嗯哼。好，那么即个卖设备的人员刚伫咧度假，伊讲我要一日休啊，我不爱去啊。我一例休，我公司嘛别人派去共服务啊。那么伊的产线停一工，爱了了几下药。这个时阵要安怎？问过国文处长，伊嘛无答案啊。找另外一间啊。其实，这台湾足少见的人，比讲大家拢会晓啦。哇，甲大家拢会晓，迄都无代志啊，对不？啊，就是足难的，足难的工课。所以在安尼，这个时阵怎啊？啊，偷偷违法啦。啊，无你去甲问张总某看，所以主要就是人力调度，因为一例一休出大，无可能调度会出来。嗯，哦，
所以我一直主张嘛，46小时甲延长到60小时，啊嘛卖咧什么变形公司，迄拢甲取消掉。60每一个月拢用60，但是咧比46以后的加班费的单价，嘿，提高，提高。啊，你企业主家己去做改善嘛，是不是？嘿，你若不爱讲遐高的成本，啊，你加请几个人啊？啊，你若不爱请人，你就爱付较高的成本，好劳工啊。嗯哼，好、哦、啊，事实上啊。你台湾即马人嘛足歹请啦，无人。尤其阮这产业的吼，少年人拢不爱，拢要去服务业。产业根本就请无人，你若无好加班呢，单就无啥接啊。除了我们昨天也谈到这一点啦吼，就是说，当然我们都希望说工时可以很快的大幅下降，我们当然也很希望工资可以很快的大幅上升。可是如果说要有一些弹性策略的话，有没有可能下一步我们去改一个在工时稍微放宽啊，不会搞到大家过劳死的情形的哈？但是呢，工资我们不但不能降，反而再提高加班费的这些比例，这个劳团能接受吗？在一是这个期待发生的几率为零啊，就是工资在涨的几率，我认为为零啊。因为现在的问题，加班费在涨，加班费在涨。现在的问题不就正是因为休息日加班费让雇主觉得变贵了，所以我宁愿减你的工时，我不要付休息日加班费，不就是这样吗？是啊，我觉得跟没有弹性哦，我一定得要让你休息，我连想要叫你加班都没有办法让你加，是因为法律说你不能上班。不，这次的修法没有这么严格的，没有严格到这个程度。所以，如果现行状况是我不想付比过去我今预算额更高的加班费，才会减你的工时的话，那我们这一次再把加班费提到 1.5 提到2，这件事情怎么会成立呢？逻辑上它不成立。了解，对。我想这是一个过渡期。第二个，以后大家都适应啊。哎，因为你请无人嘛。你势必要付出他给不，所以如果刚刚黄总讲这个例子成立的话，刚刚讲的说，这个所谓的真空，不管是什么哈，对不起，您刚刚讲那个产业、嗯、那个情境、嗯，如果他成立的话，你付2.5倍至3倍的加班费，仍然一个劳工都不愿意出来加班吗？不可能，嗯、那不可能，全部的劳工都在那个时间全部都是例假。是法律上不准许他加班的状态，不可能。只有如果是这样，除非这个公司完全不会排班的哈。但因为不可能是那样，所以那问题显然不是黄总经理你们所反映到的这样。陈总，但是从来没有在工厂待过。不，他讲的太理论了。也就是说，你们就是拿假议题考郭国文郭市长，那很抱歉，因为郭市长确实也不是做这个行业的。好，是工厂每一家工厂都面临到的问题，绝对不是假议题。你们没有不现实。他刚好在生病的时候，那工厂也是挂掉了。我想这个东西是特殊的案例，不应该当做一个政策拟定的一个东西。不过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我同意刚才黄总经理所讲，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两个不同业者的反应。服务业确实担心的是休息日的加班费，是因为服务业基本上影响最大的，这是一例一休，这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而制造业他们的诉求是我宁可给你加班，你只要给我加班工资上限提高。是，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诉求啦。哦，我想他那个干黄总经理所代表的是制造业的，就是那毛利很低的呢，他就会很在意人力成本；毛利高，他就会很占据稳定的生产线。因为他们的需求市场需求是比较不稳定的，因为他有急单的时候，或有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我需要拉扛我的加班，我的工作时数。但是他就制造业来讲，他很容易透过排班的方式给员工周休二日。嗯哼，但是服务业没办法，服务业是每天都要营业的。所以这是一例一休，坦白讲，业者的反应会有两极。你有看他们诉求，制造业要求是加班工资上限提高，甚至我愿意付更高的加班费。而服务业呢，要求的是休息日那个部分，你的加班费不要给我那么高。了解。那如果你两边都接的话呢，那就是劳工最惨的情况要发生了。不过我们来请教一下大华了哈。昨天有没有谈到说，其实也有一些人说要何时计算？何时计算呢？还是维持在1.33、1.66倍了哈。当然也有一个人说。你都一就好啊嘛，那个什么3366晦气到要死啦吼！啊，你们讲啊，不你二嘛来生嘛吼！可是我们来看，如果是叫做这个未来想要何时计算会差多少？是阿平哦，一个月薪水300块啦吼，所以他时薪算起来125块。如果他礼拜六来加班一个小时呢，现在要给他752块。可是如果何时计算，就只要给他167块，一个人呢就差了将近600块。哦，啊那十个人就6000块一天啊哦。
啊，如果说五个小时呢，差更多。如果五个小时呢，你要给他1587块，但是如果是核实计算，就只要给他961块。我想问的是说，产业最在意的，就是一个钱太多太贵，第二个他找不到人。啊，如果都要因应产业的需求的话，难道不是再一次的压榨劳工吗？是，所以刚才新教授也特别点出，就是他这是两极哈，两端，一端制造，一端服务业。如果核实计算的话啊，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加班费的部分，那第一个是希望简化，就是说刚讲3366啊怎么样，我们就直接简化说，我们面对加班费这个议题，1.5啊。2.0或怎么样，就讲出一个数，然后大家照这个方式来计算哈。那第二个就讲到说，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制造业方面哈，制造业特别点出来，它需要技术，那你不是临时换人，或是再聘一些新人，他就可以来做的。所以目前立法院的立委啊，他们想要修法的方向，也就是朝向说，我们工时加班工时时数啊，没有到60那么高哈，他们提出来的案子在46到54，是46到54。那这些大厂，像制造业大厂，包含科技业哈，他们都愿意付这个加班费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加班时数给我，我要这批帮我生产的员工啊，能够如实的上线就 OK 了。但是讲到说服务业方面啊，刚好就是不太一样了。刚好他，因为他不管今天你就算教育训练好了，3天可以速成，甚至1天的 OK。那这样的话，直接牵涉到就是员工这边需要来争取的。是，所以在计算这个加班费的过程啊，我们就思考到为什么大家说不想依法适用百业，就是因为它本身它的基础点是不一样的。了解啊，所以那个核实的实到底要看在制造业这边实际的状况，还是服务业方面他们所争取的内容？不过接下来就是考验赖清德的智慧了哈。但是我要来谈谈，就是说对劳工来讲，讲啊奇怪，进前拢讲到嘴角转坡，讲为了砍掉7天假，我们一定要推一例一休。结果一例一休推完之后呢，就说一例一休太烂了，要再把它回来，7天假也就早就没了。然后我们来看看之前还没通过一例一休之前，商总理事长赖正义说，哇，绝对非常支持啊，紧鬼紧鬼，政府要。完全执政拿出魄力，鬼要工，哎呦，反弹比我想象还严重，经营困难要关门了。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说，政府动作太慢了，要赶快让他过啊。过了之后说，哎，我支持让他过，是为了要让纷扰尽快落幕，不是我满意呢。工总理事长说原则支持，可是休假日薪资呢要2倍为上限。结果后来是说呢，这个每月加班时数上限要增加到54小时，放宽变形工时的规范，这是要的配套。工总呢，在后来说这是三叔的烂苹果，你会觉得说，哎啊，产业界好像为了砍7天假，所以这个呢，就算他不接受，他表面上也要说高度支持。等他真的砍掉7天假之后呢，又说这个是烂苹果。可是我们来看看，民进党恐怕也不遑多让了哈。柯建铭呢说，本党从少数政党到现在多数执政，要感谢900万劳工。这个版本就是现在大家骂到臭头的这个版本呢。民进党说这个是对劳工最好的啊，现在说对劳工很不好，对产业更不好。然后呢，每个政党都要对自己的核心价值负责。半年多前为那个版本负责，半年多后呢说那个版本是烂版本。再来呢，他说非常负责的态度来承担了哈。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大家就记忆犹新，吴秉睿讲说，民进党提出劳基法修法就是现在这个烂版本哦，落实周休二日，全国放假一致。增加劳工特休假，你如果反对的话，以后都不要投给民进党。昨非今是，昨是今非，到底什么样的版本才是对劳工有益、对产业有益？我们来看看。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修法它是一个进步的立法。为了落实周休二日，劳动部去年推出一例一休，并号称是进步的修法，但由于劳资双方意见不同，造成对立，工总更一度宣布终止劳资协商，除非一例一休修法通过并取消7天假才会复谈。劳基法在修正完成以前，我们会停止所有劳资的协商。当时工总态度强硬，希望尽快通过修法。没想到一例一休上路没多久，工总就批评一例一休造成全民皆输，希望政府尽快调整政策。整个社会啊没有赢家，因为劳工朋友，因为他在加班方面，很多老板他根本不希望劳工去加班的，就是因为物价上涨，所以将劳工面对的就是一个
低工资、高物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八个月以来，态度转变的不止龚总，还有当时力挺一例一休的民进党立委。民进党很负责任的提出这个法案，我们为这个法案来负责。如果反对这个法案的人，将来选举可以不要支持民进党。反观现在，民进党立委何新淳、蔡宜瑜、林代化都提案要修改一例一休。相较于去年，民进党立委不顾劳团反弹，甚至多次和国民党立委爆发激烈冲突，就是为了要让一例一休闯关。这些画面如今看来相当讽刺。不过，熟人其实政治人物的话就听听就算的了哈。我还是想说，那我们回到明天过后了。这个法。其实，在修之前，劳团也极度不满意，是极度不满意。你明明就周休日，搞了什么一例一休？但是我想问的是说，说明天之后，包括行政院、包括立法院，就要来处理这个法，该怎么处理才是可能折中的比较好版本？一般民众可能最希望看到院长上台是有魄力的，但确实在劳基法修法上面展现魄力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因为正是现在劳资双方对于这个法令的期待值相当差异，歧义相当甚大。嗯哼，那如果有为了展现魄力跟挽救民调而冲促修法，好，或者是单条式的、单点式的修法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处境，那就是重演之前劳资对立的升高的这个结果。嗯哼，所以要大家重新谈。劳基法如何如何可以谈，但请第一个就是在合法的基础上谈。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相当多雇主所抱怨的事项，如刚刚邢教授所谈，就是其实跟一例一休或跟现在法令规定都无关，就是你本来就没有要守法了。好，那如果是这样的，就拿进来谈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也包含要给守法的雇主。给他好的奖励，或者是要来惩罚不守法的雇主，因为不守法雇主其实这样子是对，这样子其实不公平竞争啦。是的，是的，是。那再来就是说，可能黄董事长或很多人都习惯谈说，那我们就放给劳资协商啊，我们法律不要规定那么多嘛，我们就让他松绑，然后大家讲好就好这样子。那劳动基准法的问题在于，它就是劳动条件之最低保障，不是吗？那国外，你讲欧洲。国家的这种啊劳资协商，它可能成文法很的规范非常少，然后呢，但它协商的强度非常大。为什么？因为它工会是十万人、二十万人、两百万人，是这样规模的工会跟雇主进行劳资协商啊。好，那如果大家好，大家也很爱讲日本，日本一样啊。日本它的劳动基准法看起来某些条好像没有像台湾那么严，但它的劳动基准法之上的团体协商，或者是到团体协约这样层次的这个强度，它其实团体协商、团体交涉是非常频繁，然后非常强，工会或者是这个劳工代表的力量很强，是的情况下，它可以协商啊。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会又很弱，劳资会议的组织也非常差，好，很多是徒具形式的劳资会议，然后甚至一手说我希望劳资协商，我们让劳资去谈，另外一手说台湾工会太多了，台湾工会意见太大了，台湾太容易组成工会了，希望台湾不要有那么多工会。连张忠谋都反对人家组工会，就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不可能，你什资方你怎么讲都是你对了，你又不要人家组工会，你又说、欸、没关系，我们来劳资协商，显见这就是假的。那你这样子，当然在劳动基准法的保护上面，我们就不太可能同意有太多的放松。我有一句成语啊，现在那个文言文白话文讲的就是有一句成语，我觉得还不错，叫做自私一分呐、啊。你若要改这个吼，你可能会污垢较大条出来了吼。所以我们现在把很多问题搅和在一起，然后呢，用一个概略的名称叫做一例一休。可是很多问题不是一例一休，我们来看看，包括一跟金周刊所做的调查了哈，一访问了1000多个上班族，说78%在一例一休之后呢，劳资更为紧张对立，61%呢说每月加班时数呢要有更大的弹性，58%说台湾的竞争力可能会因此削弱，45%说呢薪水变少了。金周刊的调查，100%的市值1000亿以上的企业人资长说呢。出勤记录的规定哦，新劳基法太僵化了，劳资更对立了。94%的人资长说休息日加班工资跟工时要核实计算，82%说应该要效法美国的相关规定。可是这中间呢，劳资为什么会对立？恐怕不会只是因为一个一例一休。
恐怕是因为长期的这种恩恩怨怨，或者是你亏待他，他亏待你的这些问题，也很可能是说之前的工时就没有好好落实，现在要来看你有没有落实的时候，发现说啊你啊喂啊卡在红海郭台铭工哦没有，我从来不用给加班费，所以这不是一立休的问题，是他之前不给加班费的问题。是啊，我们来看看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出现说啊，哎上面诊所要礼拜六礼拜天不关门。那礼拜六、礼拜天是不是所有的诊所都要开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六日一定要到那一家店去买到面包？你难道不能去别家店买面吗？我们来看看，很多时候现在说企业或者是市场的一些乱象是一例一休，可是真的是吗？我们来看看。被安置在育幼院的孩子，这里就像他的家。育幼院里头的工作人员就像家人。不过受到劳基法规范，工作满八小时就得下班，加上一例一休上路，许多类家庭式的照顾机构排班都受到冲击。人力不足，加上员工工作时数受限，老人照顾机构也喊吃不消。这样的情况之下，恐怕不是来委收所有的服务提供，要不然就是我们可能会很多的那个没有办法受到照顾。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身辅员他是很像父母一样在陪伴孩子，那常常可是父母其实你很难说时间到了我就要下班。受到一例一休冲击的还有各级医疗院所，台大医院、高雄长庚医院等大型医学中心今年开始周末相继缩诊，也有基层诊所喊出调涨挂号费或假日休诊来应应。民众抱怨未来只能在周间请假看病，连带影响收入。如果说不能看诊门诊的话，就对老年人比较不方便，因为一般老年人就是小孩子要陪过来的话，他必须要请假。另外像是客运公车票价、连锁餐饮店的商品价格，也因为一例一休推动之后，资方因应人力成本增加，今年年后出现一波波的涨价潮。不少劳工感叹物价飙涨，薪水却没有因为修法而有显著增加。一例一休的阵痛期，看来短时间仍无法结束。所以中间如果太多的工，就这问题啦哈，有的确实是，有的根本跟一例一休八竿子打不着。那经过了将近一年之后，到底你对于不管是修法或者是函释，最具体最重要的建议，到底爱改啥？咱拄啊个发个服务业，服务业拢是台湾的门关起来，家己赚家己的钱。其实一间无开，那间会开，所以啊，服务业你唔免去插，唔免去管的。今仔日比如讲这个。这间面店啊无开，你用食别间嘛。嗯。哦，这间较贵，你用选择别间嘛。是啊。但是制造业无同，咱台湾的制造业，因为咱的市场伤过小，2300万人，嗯、所以咱的物件靠外销，是要赚外国人的钱。但是咱台湾的俗名呢，因为咱无家己的品牌，咱有家己的品牌都两间 ，HTC 即马啥物情形 ，S 这两间尔嘛。所以咱无家己的品牌，咱是拢代工。嗯。那么代工，你就看外国人的面色。是不是外国人用单买单来你单来，单去中国大陆，单去韩国去，单去韩国，单去东南亚。嗯，啊，这个时阵，你产业其实上大的力量是产业，制造业上大的。啊，你甲制造业拔甲只死。OK， 制造业变来伊讲呢，迄、那个林百里啦，吼、哦，又讲啦，啊，这个要接单，啊，今仔。所以你的意思来讲。针对这愿意要出加班费的，愿意要修法的，啊，你可以更加大的一个弹性。对对对对，政府不应该来个缩目制造业，因为有针对遐根本无想要修法的，你就好好啊个老检，好好啊个抓，好好啊个罚。本来就是安尼，你讲贩毒、卖毒、死刑，有人咧卖毒无？有，所以一个法令。无咋讲规范所有的人，你咧单做干事，你拢讲啊做迄个，工资永远袂起啦，无修法咧，完全因工资永远袂起，因为你这螺丝边啊，人就加起啊吼，啊反正你单爱侪，所以人都爱做侪啊。无啦，总经理讲个乘以二，唔是乘以1.33啊。所以性命用钱换就对啊，就劳基法它的那个下降工时的重点，不就在于我们的那个劳动的这个安全保护吗？所以除了你要坚持，就是说。在还没有真正好好的劳方跟资方好好坐下来沟通辩论之前，都不要去动现在这个劳基法。有清楚，对大家谈清楚规范是什么。OK， 然后这个新老师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建议基本上，我认为这是劳基法的修法哈，一修劳方的反弹我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因为没有加班费，加班收入减少。那企业确实它长期来就是工时弹性是不足，所以我主张的修法的原则，再修法的原则就是两个，第一个要让劳工的加班的机会可以增加，加班收入可以增加，第二个劳雇主应有的工时弹性要给他，这是两个。那从这两个来看，坦白讲，我认为
第一个就是加班工时上限，我长期来主张就是加班工时上限要把正常工时的缩减那部分移到加班工时，所以我赞成每个月加班工时到54，但是呢，我用季的总工时、加班总工时去框它，所以年总工时不会增加，也不会有刚才苏人所担心的那种所谓的过劳的问题。嗯哼。但是劳工可以增加加班的收入，符合我刚才讲的两个原则。嗯哼。至于其他两个，包含像讲做一，就加班费的这个休息日加班费要不要改成1+1？除非我们可以确保这样下去以后，劳雇主愿意让他原有的员工去加班，那这个我不敢保证。嗯哼。最不应该修的就是做一算四的那一个。因为做一算是一定是在紧急状况下才会发生，是一般的服务业一定是来就四个小时，是做一算是纵使你给他用现在的方式，他还是愿意让他员工来加班，是因为他是紧急状况，所以那个地方如果修掉的话，那只是让雇主的成本降低 ，OK， 对劳工的加班收入不会有任何的增加，反而是减少。了解，所以从这个两个，从这个我刚才讲的两个原则来讲，我认为最可以去考量的修法的方向，就是把加班工时上限提高，但是有个计总工时的概念。是，至于其他两个的话，我都不大。但新老师，那这样子，蔡总统说降低年总工时的目标，就完全又回到原点了，回到他四年前执政前，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不一定。国民党执政时啊，我刚才讲的是说，你纵使给他增加到54，也不是每个企业都会用到54，所以。它是可能减那个减少的幅度力量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确定的是说立跟修不去动它，但是呢所谓的加班的稍微弹性可以增加一点，但是那个目的是要确保劳工口袋有增加，是而不是确保老板的口袋有增加。对，大黄同意啊，那个利才是恶，利对生产业来讲才是最大的恶。哦，不能有利的存在，利有被他修掉。利的不能有利的存在，他从头到尾都主张就是老板要你加班你就加，老板不要你加你就不要来啊。他从头到尾就是这个主张。我觉得很明显啊，我觉得现在修法方向越来越明确。那刚才新教授所点出来这个，就目前现在其实不管在立法院还在业界，大家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可我必须强调一点，就看我们所做的调查，劳资关系因为怎么样？更紧张，不管是因为修一例一修或相关法令没有遵守，因为这次我们执法严格嘛，哈，会紧张。我必须强调说，在我们职场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温度，也就是说，劳资双方你要共同有一个温度的标准。是啊，对。那在这边呢，我们做过那么多场公听会，6场有一个共同不同产业的结论是说，希望什么呢？希望弹性，弹性，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大家说哦，都立一个专章，立一个专法好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立那么多专法，所以在这次如果有修法机会的话，基础上大家认同以后，增加劳资关系的温度，这样大家可以共同在一个平台上好好协商，也满足像工会方面的一些要求，但不容易哈，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守到那一点哈是非常重要的。先让我们主工会跟我们的工会团体协商能力强化啊！你不能先压，又一边打压工会，一边又说我们来协商啊，假的。制造会要消失的热。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加七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7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加七，让精彩继续。出其不意是哪个棋？请作答。王贤元同志，我看了你12题，你常常跟大家不一样。来，出其不意就你是奇怪的棋。哎，你怀疑自己？当然可以改吗？当然。哦，不行。能改的还叫比赛呢？一字千金，带您领略中华文字之美。梦想用影像记录人生故事，留住动人回忆吗？公视乐龄营短片创作季来喽！课程有专人教您串联影像，凝聚您的影像创作力。